打开包装，取出一套两张，一张为打印纹身纸，一张为皮肤胶，放入打印机，镜像打印。开纹身胶，把纹身胶透明膜粘贴于纹身纸上，用硬卡纸均匀的刮平，刮出气泡。裁剪适当大小，撕开透明胶膜，胶面朝皮肤粘贴，在纸杯上擦水10至20秒后，撕开底纸，完成。